大姐夫来张嘴，张嘴干啥呀？张嘴，张嘴，别吃，看看，看看，偏了，不好看，偏了，来来再来一个，赶紧，这边，这行不行？这像汤了，哎，嗨，二姐，二姐夫，大姐夫，哎，二狗子。我大姐夫那脸咋的了？啊，他那个上火了，二狗子牙疼，说不出话。哎，你那小旭可太好了，他家进大门戴铜帽子啊！我发现家真有钱呐！你看这，又搬家呀？哎，你看咋的了？那沙发已经抵出去了，别给人做埋汰了。啥情况这是啊？二狗子，媳妇儿，你别哭，你哭的我心里老难受了。二狗子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家欠人家家钱，咱们家还不上了，这不人家债主把这都封了，这家具都抵出去了，这房子也抵出去了。真的假的？咋还假的呢？咋假？哎，收拾好没？收拾好没？有钱还钱，没钱搬家啊！车马上就到了，你把脚给我抬起来，别把我地板给踩埋头喽。债主啊，嗯，我说他家欠你多少钱呢？欠我多少钱呢？300。二十万。多少钱？300。20万。0500。320万0500，咋欠那么多呢？是啊，咋欠的啊？那老问我呢？不是，我炒股，我整容，我没交物业费，啥事儿？拿上你们的酒杯。哎呀，太好了。不是真喝呀？不是，你以为啥呢？我不会喝酒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交杯酒。太多了吧？对呀，太多吗？朋友们，我结婚的时候他让我吹了，可是一瓶啊，多吗？不多。对，不多。哎，对，倒满了。哎，倒满了，要不要？老公，抱歉。前夫哥，这就行了吗？我不说，街坊邻居说行不行？不、啊！前夫哥，你再让街坊邻居倒上吧，我给你倒。来，你受伤了。哎呀，兄弟，你呀，太多了，你就折腾吧、哎。来，哎，你就这样吧。等一下，啥？哎，啥？别，你过来。你这进来是啥呀、啊？你挤的什么玩意儿？辣根儿。这太过了吧！我够意思了，前夫哥啊！我结婚的时候，他让我干嚼的，一下就给我干背过气去了啊！最后拿凉水给我泼醒的。哎呦我的天！我再给他兑了点酒呢。不是，兄弟，你听我说啊，这种酒吧，新郎喝肯定没问题啊。我前妻他不行，我前妻胃不好，这容易出事儿啊。呀啊！哎呀呀啊，挺关心呐 啊！你得注意了，你挺关心呐，嫂子。嗯，那么关心你，你胃还不好，那谁替你喝呀？关心我的替我喝呗。我这不招事儿呢吗？我这，哎呀，小土豆。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啊？你没少打我吗你？今天咱俩还碰杯嘞，来吧，大脚杯，大脚杯，大脚杯！跟你二姐夫一起做买卖，虽然你没挣钱，你二姐夫都挣了钱了。啊？是这样啊？我跟你讲啊。他之所以挣钱，是因为你在后边用这种经商的智商在支撑着他。为
吧，你看我也这么觉得，我就觉得他智商不如我，是不是？对，英雄所见略同，是吧？哎，大姐夫啊，我就觉得吧，啊，我特别特别有经商的天赋。哎，顺风啊，哎，就我突然的感觉啊，就咱们家小米，小米长得特别像一个商界精英，你发现了吗？你好好看，对对对，长得特别像马云。别胡说，马云是个男的，我说的是女的，商界精英女的，董明珠。哎，哎，你这是董明珠，这块特别像。我偶像的董明珠。哦，大姐夫，哎，你说我能成为董明珠第二吗？你不会成为董明珠第二，啊，你就是你，啊，你是米粒珠。哎。是不是真的能行啊，小米啊，你一定行，绝对能经商，啊，对对，他是个经商奇才。是，你就试想啊，小米在不久的将来你成功了，你已经是大的企业家了，这个时候各地电视台都在采访你，长枪短炮的对着你，在这个场面突然有一个人说，那个你知道吗，啊，他过去呀，是个业余歌手，哦，啊，参加过一个比赛，是个社区的比赛，虽然拿了冠军啊，但是那个投资方啊是他二姐夫。哟，那你走后门啊，挺磕碜的。但是你不在乎这个事儿。谁说我不在乎啊？我不能胜之不武啊！二姐夫，哎，我决定了啊，我要退赛。哎呀，你既然在退赛，那评委那儿我不好做工作呀。不是，二姐夫。哎呀，真是个太难了。顺风，哎，为了咱们小米经商的这个前途，你克服一下。对，二姐夫，就为了我的荣誉去说服一下评委吗？你放心吧，我干就完了。好的。哎，谢谢二姐夫。从今以后，我就不再是小米粒儿了，我是米粒儿猪。这是我在国外发展的老公。哎呦，国外发展，长得很帅吗？好帅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在哪儿高就啊？在国外高就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在国外干物业。朽木不可雕啊，你忘不了你就是个物业的，是不是？我本来就是干物业的嘛。我告诉你，到了这种同学会，你尽量不要说话。哦，如果说话的话，你就说外国话。对，说啥外国话呀？我教你啊。啊，不管怎么问啊，你就一句话啊。注意啊，跟我学啊。阿古勒 A， 阿古勒 B， 阿古勒 C， 阿古勒 D。阿古勒哎，阿古勒迪，阿古勒迪，阿古勒迪。哎，不是，妹夫，这啥意思啊？我哪知道啥意思呀？你放心，那个国家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哎，再来一遍啊！再来一遍啊！达米利，达米利，不要不要，好找。拦不住了，这还。这位是啊，这位是我在国外发展的老公。哦呦，长得很帅嘛！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在哪儿高就啊？在我的培训下，我大姐夫都会才艺展示了。成功了，怎么了你？